走一走，瞧一瞧，看一看了啊！新型智力小游戏啊，发家致富的好门路啊！哎，这个南来的北往的，火车道上压过腿的啊，苞米地里亲过嘴的，都来瞧一瞧，看一看了啊！发家致富的好道路来了。哎，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了啊！哎，走一走，看一看。那大哥，来，快，坐。我这听你吆喝半天了，这干啥这是？我跟你说啊，大哥，这个是新型的智力小游戏。哎，你看没？这有三根筷子。只要你用它摆出一个品字来，我就奖励你2000块钱。哎呀，这个三根筷子摆一个品字啊。就是三个口的那个品呗。对呀，三个口那品呢。我跟你说啊，大哥，你看现在这社会是不是，你就出门不管办点啥事，你要没钱的话是真不好使的，对不对？那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，这个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是吧？你没钱寸步难行，有钱走遍天下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么个理儿？说的太对，是吧？再者说了，我这游戏10块钱一次，你10块钱，你想想10块钱你能干点啥？10块钱你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，你去不了香港，去不了美国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你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呀，大哥，玩一把。哎呀，10块钱，嗯，三根筷子摆一个品，就奖励2000呐。对呀。哎呀妈呀，这可是发家致富的好门路啊，没有比这再好的事儿了，你还犹豫啥呀？赶紧来一把啊，整吧。那你来一把呗。来一把。哎呀，这合适啊。啊，太合适了。哎呀。哎呀。来微信。微信呢？扫一扫啊。哎呀。好。啊，行，过来了啊。过去了。哎呀。你玩吧。三根筷子摆一个品字，奖励2000呢。哎，不是，这啥玩意儿？这摆不出来，你给我摆一个试试。咋能摆不出来呢？能摆出来。这也摆不出来，难道是我人品不行吗？这，那你摆不出来就是你人品有问题了呀，是不是？这不赖别的。你要弄摆出来，你给我摆看看来。不是，你看你这大哥，你这话说的，我摆出来了，那不让你给学会了吗？啊，那你学会了，你说我这买卖是干呢还是不干呢？对不对？你不行，这么地吧，啊，你呀，今天就到这儿吧，别玩了，回家去好好想想。哎，想出来了呢，明天再过来找我玩，行不行？明天我还在这摆摊。明天过来呀。啊。那行，我回家想想，要想好了我就来找你啊。哎，好啊，走了啊。哎呀，这智商啊。哎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，新型的智力小游戏啊，三根筷子摆品字，这个南来的北往的都来瞧一瞧，看一看啊。咋今天也没个人呢？没挣几个钱啊。这个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啊！新，小妹妹，玩游戏不？干啥呀，叔叔？你坐下，叔叔跟你说。叔叔跟你说啊，这个吧，老好玩了。哎，你看着没？三根筷子，哎，你用它摆出一个品字来，我就奖励你2000块钱。哦，就用这三根筷子摆品字啊？对呀、啊，这不小意思吗？来，我给你摆一个。小意思呀？哎，不是，你放下。咋的？干啥呀？你给钱了吗？你就玩啊？哦，还得给钱呢。那你看，那能不给钱吗？多少钱呢？10块钱。10块钱我摆出来，那你给我多少钱？给你2000嘛。刚才叔叔咋说的？摆出来给2000。啊，那太好了。今天我妈刚给我10块钱，看见没有？来，10块。哎呀妈，这你这特意把钱串开了呀？这是我的零花钱。叔叔，你看好了啊？嗯，玩吧，这钱整好啊，玩吧。来，瞅，这不是个品吗？看这头。呀。哎妈呀，
是吧？这还真是个品呢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这个连小孩都糊弄不了，拿钱吧。哎，那啥，那个，嘿，小妹妹呀、啊，哎，你看啊，这叔叔吧，出门在外的呢，做点小买卖也挺不容易的，是吧？这样啊，叔叔呢，给你100块钱，行吧？你拿这钱呀、啊，买点好吃的。你骗小孩？怎么能是骗呢？啊，你看，你给叔叔10块钱，叔叔呢给你100，这怎么能是骗呢？那100块钱呀，能买老多小零食了。哎，给，去吧。你这不是糊弄小孩吗？你不给我钱，我就回家告我爸去。看你这孩子，这怎么油盐不进呢？啊，来，给你10块钱。赶紧拿着三轮走。我要这10块钱干嘛？我要你奖励的那些钱。就跟你说啥了，让你走，赶紧你快点的吧。你不给是吧、哎、不给我可以告我爸了啊。哎呀妈，告你爸，告你爸能咋地呀、啊、告你爸呀。啊，嘿，我爸老胖了，我告诉你，能一下子就把你压扁。赶紧给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就看你是小朋友的份上，那啥，我那啥，来，给你1000，拿着买点好吃的去吧。不行。不是你这孩子，你就是不行，你有点得寸进尺了啊。三轮走。要不你给我钱，要不我就去找我爸。哎呀，我还找你爸，我爸就在那头等我呢，看见没有？啊，那个五大山出那个是你爸呀？啊，拿钱吗？快点的，要不然我叫了啊！别叫，长得是有点绑啊，打不过他呀。在这糊弄小。儿，行了，拜拜。拜啥拜呀拜？这再也不想看见你。哎呀妈呀，白瞎了！我这一天这又白干了。哎呦我，不对呀、啊！哎，你爸不在那头呢吗？啊？这么大，这么聪明一个人，让一个小学生给我骗了。帅哥，你这面包不吃了吗？还剩这么多，多浪费啊！美女，看你穿的人模人样的，还有捡面包吃的习惯呢。